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我只是需要抹除你们每个人的存在。这东西本身并不致命，但应该能帮我争取些时间。如果一定要使用暴力，我也不会退缩。你们再继续挣扎，只会让全人类更加水深火热。我可没工夫坐着干坐着等你们使用那东西。你们过得了这关，我还是会再阻止你们。活不了多久了，或许你们稍微离自由近了一步，但我不会也不能让你们得到自由。你们反抗的同时，死亡也步步逼近。证实这个研究和它的副产品对这世界来说太危险了。这些怪物不该被制造出来的，但至少他们这次派上了用场。会一步步地带你们走向死亡。
上我的忙。我本来就占据上风，现在更有信心了。微不足道的成功，我要被他冲昏了头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具备了成功所必要的一切。是抵抗。我很惊讶你们竟然能够来到这里。我得修订策略才行。王八，你们反抗的同时，死亡也步步逼近。威廉，我们必须为这段可怕的故事画下句号。没子弹了，你已经死了。
休想把他们都摧毁。又死了一个，真是不可避免。想要了结，这一切就简单多了。失去光明之后，我们才学会了珍惜。这个设备比你们想象的更牢靠，你们得更加努力才能逃脱。太残暴了，但是我想应该足以完成任务了。干掉他们！这对我来说太惊险了。去死去死去死！让他们杀了你，这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威廉，帮我抹去我们过去的一切痕迹，以后我就让你也一同安息。哦，谢谢你的帮忙。时间到，所以你们的末日来临了。